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的剑门关。大家看我现在全身的装备，就能够猜得出来，我可能会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来爬一下剑门关的原楼道。大家应该听过啊，如果大家没听过，想象出华山那个栈道就能了解了。今天就体验一下，我去年来过是走的那个鸟道，那今年是爬原楼道，就身上要带一个头盔，然后有铁链挨着墙壁这样行走。我现在已经在景区里面了，我是坐着手刀上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剑门关比较高，很难爬，我是不想爬山的，留着体力去爬原楼道。前方就快到了，左边是原楼道，右边就是去鸟道。原楼道路口，这里就是原楼道，大家看一下惊不惊险，刺不刺激，从这个地方再上去，基本上贴着墙壁走的。我在看资料说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可能只有20-30公分，不知道真假。走这个原楼道是单独收费的68块钱，并且签一个承诺书，测量血压，这些完备了才能去走。大家看看我的装备已经搞好了，现在准备开始攀爬。这个相当于是安全绳，我听说这个原楼道现在已经升级过了，跟以前有点不一样。出发，大家看一下我怎么弄的。这是一个安全绳，这个这样挂上去，现在就准备攀登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路到底有多大，长长小道，大家看到这里又是两根，上面这个属于安全绳，下面这个铁链是干嘛的呢？一个是你攀爬的时候用手扶着，还有一个呢你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就这个两重安全，就是说你要走的时候这个是不挂的，然后休息的时候把它挂到这个上面。看一下惊不惊险，走得怎么样？紧不紧张？前面有3-4个人，旁边就是悬崖，我胆子是不是很大？现在开始走了，这里双手看一下抖不抖翘，看一下手脚并用啊。我走的比较慢，这是人工修的啊，蜀道难，难易上青天。那李白当年走的路是不是这个路呢？估计不是，这个是后面为了参观方便修建的。打个招呼，他们是贴着墙壁走，已经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，然后从这里上去可能才是真正惊险刺激的。我们现在这里可以转着，到了上面呢人得贴着走，刚好是反方向啊，所以上面才是惊险刺激。现在准备上去了，我刚刚在这里休息了一下，鸟道在那边，看看下面的风景，崇山峻岭美不胜收。今天天气还好，没什么太阳，所以不热。你如果说夏天的话，爬这个30多度的话可能受不了。现在开始了，这里就难爬一点，两只手都要使用。这里还好能够站直，像有些地方都要这样侧着走。看看这下面的道路完全是在悬崖上开凿的，那么这些可以看到是经过整修过的，因为我在打电话问他们，这里差不多关闭了1个月的时间才刚刚开放，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它升级了安全措施。这个大的铁链就是给大家扶手用的，然后还相当于是一个
副的安全绳，上面这个等于是这样牢固挂着的。你看看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宽度的话，可能也就二三十公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敢走这些。我胆子现在太大了，又到了一个地方了，转弯，看一下前面是不是在绝壁上面行走啊？爬这个还是有点累的。给大家看看，这个是第一道安全绳，然后你如果站在这里，就必须要下面这个另外一个安全绳保护着，这样才能停留下来。前方小道，后面就是绝壁，是不是挺难走的？这些最多就30公分，可能上面有些地方连20公分都不到。走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副的安全解掉，再往上走。就每个这里啊，这样挂钩过去。有恐高的大家尽量不要来这个地方，因为确实比较危险。你们有这个安全的，谁都不敢走，把这里太危险了。哎呦，基本上是两只手一直得抓着这个铁链才能往上。大家看看怎么样？这里离地面已经有几十米了，是从前面那里过来的，直线距离可能就200米，但是在这个山上就走之字形或者 S 形一样了。这个上面惊险，而且坡度有80度左右。你像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脚只能这样踩，这样都不行。这样就会滑下去，侧着踩才行，所以说不到20公分。往上爬吧，来都来了，我以前这么高度我觉得不敢看下面的，但是现在好像走多了就没所谓了。今天就5个人，前面4个人，我是最后一个，他们可能已经到顶了，因为我是边走边拍边休息边看。他们没背东西，空手，我包里面还有无人机还有相机，总共10来斤吧。大家敢不敢爬这些地方？哇，这里哎呀，看到都感觉有点瘆人，有点下毛毛雨了。现在等于就是我全程一个人在爬这个圆楼道啊。这里感觉好危险啊，走到这里我就真的有点紧张，刚才还好，因为现在是下面太陡峭了。那听我声音应该听得出来吧。哎呦，我以前看资料说这里有女孩子爬的，但胆子太大了，好像有些人还吓哭了。休息一下，我现在是贴着这个墙壁，因为完全是靠着，这上面很高的坡，不这样贴着不行。休息一下，累了。不知道当年李白是不是走过这样的道路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听说他还背着东西，就是他的那个
书童啊，就是跟他一起走的，挑着担子走蜀道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道路啊？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了，这个道路谁也走不了。以前没有安全护栏，没有这种安全绳，怎么敢走呢？大家感觉如何？哎呀，现在是有点累，一开始没感觉。这里刚才太陡峭了，我都不敢怎么看下面。下雨了，可能要走快一点。这里越来越窄了。哎呀，下雨了。这里就是差不多20公分。最多20公分，大家看我爬的样子就知道了。这中间还有那个药箱、对讲机，这个大家知道是干嘛用的了，就防止紧急事情的时候，能够让他们知道。哎呀。这里是休息的地方，不管了，继续走吧。我们再看看下面。万丈深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反正到现在，总体感觉良好。下面上面好冷，是倒真的，在下雨，风吹着。有点冷，尽量不要看下面。啊，又到了一个休息的区域了。我们说最窄的地方刚好就一只脚，旁边就是悬崖，这里可能就10公分，所以整个这个栈道绝壁上面最窄的地方就10公分了。哇塞，有意思。哎呦，这里10公分，这里最不好走。这里我要贴着墙壁走。哎呦，我这里好紧张。哎呦，之前一直感觉良好，在这里头有点发软，因为太小了，比贴着墙壁走，人都不能侧着。进退两难。
哎呦，刚才吓得我腿都发软。看到现在不敢看那里。看看这里感觉如何？那个位置也比较难爬。说真的，我一开始感觉还好，越走后面一感觉不对，有点害怕。走这样的路真的胆战心惊啊，腿都刚才发软了。走吧，现在已经到了半中间，不走也得走，是不是？现在整个这个栈道上面，悬崖上面，可能就是我一个人。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穿过去的，就是这里。哎呦，这里离下面起码有一两百米啊。还好下面有这个铁链，要不然怎么走啊？其实我们爬是一部分，当时修建这个栈道人才是真正的厉害，要在悬崖上开出这样的路出来，并且要把这两根安全的放上去，还有这么大的铁链，这些才是厉害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确实中国的老百姓工人不怕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东西。感觉是啊，我们爬这个都是胆战心惊，他们要把这个开凿出来，明显的看出来有钢钎的痕迹。来，这里最明显，一上一下，然后往里面伸，这块石头可能就撬出去了。哎呦，这里又是要贴着走，侧着走不行，比较瘦的女孩子可能可以，我偏胖不行，因为太窄了。哎呀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哦，太冷了。这里现在刚好是一个风口，累倒不是太累，因为走得慢，主要是紧张。我基本上是不敢回头看的。你说这样地方你们敢走吗？有宽有窄的，那很多地方人是要贴着墙壁走，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。你侧着走还好一点，贴着走你重心没法往里面靠，重心基本是在往后仰的，因为有些你看前面这里有点凸出来，那你要靠着人胸前贴着墙壁，那么重心就不一样了。侧着走还好一点点，继续加油，争取早日走完，不能再拖了，因为比较冷。完全是绝壁啊，而且风又这么大。这里低着头一点，因为不好走。
这里要蹲着走了，站不直，然后也不能贴着，贴着人整个重心都在外面，不安全。我是在蹲着走，这一地方重心在上面。哎呦，这里道路相对来讲宽敞一点，是不是快到好走的地方了？感觉好像是。哎，好走的都走得快一点了。哦，还有一些阶梯。走些地方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哎呀，快到了，到了这个栏杆就没事了，终于到顶了。这里护栏稍微好一点，太惊险了，休息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爬这样的栈道，以前没爬过，真的佩服我自己。不过整体还好，就大概有几十米，胆战心惊，那个腿在发软，大部分都是走的还行。哦，应该是两段，一段是在下面那个最窄的10公分左右那个地方，那个人都快这样往后倒一样的。还有前面有一点就是要蹲着走，就这两个地方最惊险。这里呢修了护栏就好走了，因为现在上已经到了山顶了，我们现在就往前走了。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安全绳还是要绑着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高度是不够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会戴一个安全头盔呢？你看我已经顶到这个顶部了，我是慢慢走，我基本上是不敢看下面的。很多人走到这里可能会休息一下，我也是休息一下，准备走了，在这里休息了几分钟，因为上面是越来越冷，这个安全绳还继续挂着。哎呀，大家看看这个绝壁有多高就知道了。那里是鸟道，我现在跟鸟道基本上是同一个那个线上面的，这下面有多高想象不到吧。主要是风太大了，哎，这里又是这么小的，其实就是这些地方是最危险的，它上面相当于凸出来了，然后你人走的话基本上是往外倒，那你这里还宽一点，能侧着走，就是我们这样直着走。你如果说有些窄的地方你要贴在上面，那人基本上是往后倒的，这个是最危险的。就像现在我这样走着，你看人基本上是弯着缩着，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你看还在蹲着走。那有些地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人是往后倒的，这样就比较危险，重心不一样嘛。好了，基本上我们就走完了。这个就是我爬剑门关元老道的全过程，看完之后大家感觉如何？你敢不敢爬这样的元老道？在剑门关这里有一个元老道，还有个鸟道，鸟道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好走。其实我现在也只等于是在悬崖峭壁上面，那这里是剑门关的鸟道，准备来体验一下。因为来剑门关就是走这两个地方的，还是刚刚开始，还没到鸟道的核心建筑那里。鸟道的话可能宽度最窄的地方大概是15公分，越来越陡了，要爬上去的。
这里非常陡，其实很多地方它是要扶着走的，你不扶着走是没法走的啊，惊险吧。所以要看一下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来这边走一走就知道了。爬这个山太累了，大家看看下面的风景，其实在这个山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居住的，只不过现在是有景区。走到这里我发现其他的游客也是在大力的喘气，因为爬山确实太累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是非常陡峭的，其实这里还没有到鸟道的正式的地方，现在只是去鸟道的路中间。鸟道和猿楼道其实隔得不是太远，在这个地方还能看到对面在爬鸟道，确实很惊险很刺激啊！我看他们双手都是扶着那个铁链一步一步往上爬的，很刺激啊，恐高的肯定是不能去的。现在这里就是鸟道正式的开始的地方，我们现在走一下，它这里就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小路，非常惊险刺激啊！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可能大概是30公分，前面最窄的地方大概是15公分，往前走，它这里整个方向是往前走，是单行道，不长，大概就200-300米吧。开始走啊，这里走的话要很小心的，说句实话，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我有点恐高，所以呢我可能都不太看往下看，因为这里很窄很窄。然后你看看这个是墙壁，刚好这个地方只能一个人的身子可以过，那这里就稍微好一点，最惊险的是在前面一点，那这里可能有人在这里休息。继续往前走，很多时候一个人可能都过不了，要侧着身才能过。刚才我碰到很多游客，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很多游客他说不敢走，都想大退堂鼓往回去，但是因为这里是单行道，没办法，只能冒着头皮往下走了。站在这个地方很小啊，这里的话人都要弯着走。那关于这个鸟道，其实呢也是景区为了游客观赏后面新建的，在古时候应该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常说的蜀道难于上青天，这个只是说有点相似而已。这个地方人都要弯着走，笔直走不了，因为是在山崖上开凿的。我现在腿真的有点发抖，我都不敢看下面，我在看着里面，因为好害怕。所以恐高的尽量还是不要走这些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更惊险了，这里稍微好一点，我们再往前走一下，到了这个转弯处啊，转弯处就要斜着走了，就没法站直走，是不是很惊险刺激？全是这种铁链的，没有铁链绝对是大家不敢来的，因为也是安全措施嘛。最窄的地方即将到来了，就这个地方是最窄的，可能也就是10多公分，我现在都不好走了，我要侧着走，因为没办法，太窄了。这里呢它两边都弄了铁链，就是为什么这里太窄了。大家来这里游玩的话尽量还是买个手套，因为这里全部是铁链，用手套扶着稍微好一点点。就这地方大概就15公分，对不对？快走完了，可能还有70-80米。我现在是一直不敢看下面，看下面腿就发抖。鸟道这个地方尽管说道路是比较狭窄，但是相对猿楼道还好，它这里是比较平整的，就是说人通往还是很顺畅。这个鸟道尽管说简单一点，但是也是相对的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，这个是属于李白写的。那么我们走了剑门关的猿楼道和鸟道，就真正的体验到了蜀道的难于上青天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剑门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关楼。这座关楼非常独特，在冷兵器时代170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被敌人正面攻克过。
我现在就是步行去观楼，大概走2公里的距离。剑门关山高谷深，大家可以看到山高，是不是？那里就是剑门关，那山高谷深，两边是山崖，然后水流下来，这个山洪下来的是不是很像雷声，巨大无比。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，这个地方天下雄关剑门关就在上面一点点。大家好，我是秋萍，我现在在剑门关景区里面，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剑门关的核心建筑，也是标志性的建筑关楼。这个关楼非常具有历史意义，它大概是1700年前诸葛亮修建的。经常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很好的体验，它刚好是在一个山谷中间修建了一座城楼。这里就是集齐各种风光的剑山，它的绝壁如刀斧切的那么平整有力。剑山中巍耸入云的大剑山与旁边直露云霄的小剑山两相对峙，绝壁断林，这中间断开之处形状似门，故称之为剑门。剑门以天似剑，享有剑门天下险的称号。剑阁峥嵘和崔嵬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这句话出自李白蜀道难中的剑阁，指的便是我们眼前的剑门关。剑门关已经有多年的历史，它的承载文化以及历史古韵厚重而沉淀，镶嵌在1700年前，也就是三国的时期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伐之时路过大剑山，他看见这座山峰十分雄伟高耸，地形险峻，是一个藏匿以及出兵的好地方，于是呢他便马上命令手下的军士开凿山岩，架设飞梁，搭好栈道。在后面讨伐曹魏之时，他率领的军队也曾经在这里囤粮食、驻军以及练兵，为了加固防守以及保证安全，他们又在这大尖山断崖之间的峡谷及剑门关处建造了一座石门，谓之关门，并且派手下的士兵加以防守，这个就是剑门关的关楼。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行走在这里？其实因为先秦到三国时期，这里都是有一条道路的，就是一条先秦古道，叫做金牛道，连接关中平原到四川盆地的一条重要通道，也经常能够听到金牛道的艰险。剑门关的建成在三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同时在三国之后的封建王朝也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天险。在唐朝有个李隆基，很多人应该都非常熟悉他跟杨贵妃的故事。那么当时他在任的时候发生一个安史之乱，他就从唐朝的首都长安逃往四川成都，他就是通过剑门关进入市区的。他们为什么会走剑门关？因为这里是一个天险，你只要派一部分人守在这里，就能够起到上万人的作用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确实如此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任何一个武装能够正面攻破剑门关，就是从它修建的1700年时间里面。所以唐朝那些皇帝只要碰到起义或者是那些军阀造反，他处理不好，他就通过剑门关逃往成都。刚刚说的剑门关在1700年时间从来没有被正面攻破过，那么我们知道三国时期蜀国最后是被魏国灭亡的，那么正常来讲的话，蜀国的首都是在成都，魏国要灭掉的话他必须从剑门关路过，但是剑门关又没破，是怎么灭亡的呢？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故事。三国很多人以为是从曹操刘备那些人开始，其实不是，是从曹丕称帝标志着三国的开始。在三国当中，曹魏实力是最强，他占据了北方中原大地，人口土地最多，其次是东吴的孙权，那实力和土地最弱的就是西南方向的刘备这一块。那么我们知道三国转折点是在哪里，就是荆州之战，关羽当时败走麦城，他被杀之后，
刘备他要为关羽报仇，结果没多久张飞也被杀了，刘备就更气愤，他就率领蜀国的举国力量进行攻打东吴，结果最后失败退守白帝城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最终在白帝城托孤，刘备让诸葛亮辅助他的儿子阿斗。后面诸葛亮掌握蜀国的军政大权，一直想统一，进而呢六出祁山伐魏，但是最终都失败了，最后病逝于陕西的五丈原。他的徒弟相当于姜维，后面呢也屡次北伐，但是也是没有成功，这样导致蜀国的力量是越来越小，北方的魏国实力越来越强。那强大的国家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要统一，故而呢在公元263年，司马昭就派了几个人率军南下，要进行灭蜀。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就邓艾，当时姜维等人打不过，于是就退守至剑门关，以30,000人抵挡魏国的100,000大军，而且呢还阻挡住了魏国一步都不能前进。当时守了很久，魏国的那些大军还准备后撤了，要回去了，因为打了3个多月，粮食各方面都不济了。但是当时那个首领邓艾不信这个邪，他觉得可以绕过剑门关试试，于是他就率领一些部队从踏中翻山越岭偷渡阴平，直扑四川盆地，就其他一些城市。当时那些守城的将领看到魏国的部队来了，不战而降，望风而逃。结果邓艾率领2000士兵就直接到了成都的城门下面。那刘禅就是蜀国的皇帝刘阿斗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举白旗投降了，就是仅仅被2000人就吓到了。刘阿斗投降就标志着蜀国的灭亡。当时刘阿斗投降的事情传到剑门关之后，姜维都无语了，包括那些士兵都在想，我在前面浴血奋战，你们在后方不支持我一下，反而就这样投降了，那我们这些不是白费吗？那结果大家都放弃了，但是姜维没有放弃，姜维后面又使出了一个反间计，结果导致他被杀，然后呢他也弄得魏国的一个大将被杀，结果就是我们一人抵一人。在这个剑门关还有姜维的一个墓，看到这里应该就了解了，蜀国的灭亡其实跟剑门关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剑门关守住了，剑门关那30,000军将士抵挡了蜀国100,000大军，僵持了这么久还没有被攻破。那真正灭亡的原因还是刘阿斗的事情，看到2000人就投降了，你如果稍微抵挡一下，周边的那些其他城市的部队过来一下，那2000人肯定会包完饺子的。但是没想到刘阿斗呢也是不战而降，把他爹刘备和诸葛亮打上的江山就这样丢掉了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刘阿斗可能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从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刘阿斗还做皇帝做了几十年，他还能把蜀国维持住也算是一种能力，只不过他后面看到了按照蜀国的实力根本没法跟魏国对抗，所以可能才我们说的他直接就放下了，进而投降了。从古至今打仗打的就是后勤，打的就是粮草，蜀国实力最弱，粮草兵源都最少，根本是没法跟魏国长期对抗的。那像剑门关这里也是一样，你蜀国要去北伐，那个粮草要从哪里过？像什么米仓道、金牛道那些都是小路，基本上是没法运的。那么剑门关这里算是一条主要的通道，因此不管是蜀国北伐还是魏国要进攻蜀国，他必须要走剑门关，故而才有刚刚说的100,000大军在剑门关对峙3个月。因为一开始确实谁也没想到去走小路，只不过被邓艾走通了。所以总有这样一句话，最坚固的城堡总会在内部攻破，他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